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传道书是所罗门的亲身经历。传道书头九章讲到所罗门这位最聪明的人尽情去试世上的事，但仍然觉得一切是虚空，找不到人生意义。如果不认识神，无论人间所有的知识都解决不到我们心里面最核心的问题。好宝贵，我们今日因信享受神的爱，然后去爱祂和爱人。这个正好对照传道书第十二章所罗门的总结，就是敬畏神和谨守神的诫命。一章又到第九章，这个就是讲到就佢嗰啲經歷啦，佢自己親身經歷啦，即係佢揾人生意義。咁後屘好種啊，其實我將佢啲佢所謂 amplify 咗，講得詳盡啲。咁呢度譬如舉例，第一就工作狂啊，一邊喺度想成就啲嘢，個工作嗰種嘅，佢勞碌得嚟都係空虛。呢度講智慧，佢話智慧知識就係可以話咧，牽包埋你哲學啊、教育啊、一切科學各種學科咩專家啊，講主義啊、文化各種。資訊啊，喺出裏面啊，咁呢啲一切睇發現咧，一係人間都尋求嗰樣嘢，佢自己去一試人間嗰啲最勁嗰啲嘢嗰種嘢咧，盡試。而家佢咧完全係放開咁樣咁嚟試，唔限制自己，眼都見就要睇，睇要睇，心想歡喜嘅就去。佢嚟咗神完全唔約束自己咁去。而家佢仲有啲智慧人嘅智慧聰明喎。佢飲酒，佢試下酒，但佢都仲有啲智慧唔止喺度啦，變咗喺度俾酒搞到好痛苦。但係嗰啲你酒點好法都係滿足到。揀佢有人嘅智慧嚟試各種嘢，已經比一般人更加聰明嘅去試。佢又盡量唔好傷害自己咁就緊啦。但係佢經歷咗咁多嘢啦，佢話虛空嘅虛空，完全係虛空。啊呢本書啦，一方面係可以講出一個未信主嘅人啦。就算佢有幾厲害智慧都好啦，佢揾唔到人生意，就一切都虛空啊！而自己都唔夠認識，只有教話認識自己，講幾多都冇得用，因為佢唔認識神。你望下認識自己，因為有創造我哋同我人生嘅神，先可以俾我知道我人生嘅價值意義。所以你睇我哋唔同啊，我知道我哋邊個係咪？我係阿爸親孩子嚟。我主佢嘅咩啊？挚爱嘅，终极挚爱，系骨中个骨，系绝配同永配。你知道我哋系神家里边嘅人，我系神家嗰啲嘅宝贝嚟嘅。而且神佢话俾你知，先知佢嘅计划啊嘛，知道宇宙秘密，也知道人生嘅秘密。我甚至认识神自己，而神嘅奥秘，我佢都打开，实在太宝贵。主真系从讲出嚟，嗱呢就讲到所罗门嘅智慧好多。嗱主讲咩啦？佢话示巴女王啦，咁雨水路去听智慧话，但喺呢度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呢个人系边个啊？就佢自己咯。喺度有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所以我系冇幸福咧。有四福音书有主帮佢讲嘅话，就佢祷告，你发现主讲嘅嘢真系厉害。第一点，所罗门只能够出佢系人嘅人间最劲嘅智慧。咁呢啲唔系冇用嘅，帮我讲，你唔好以为啲完全冇用，有一啲有限度用处。譬如而家我唔系科学家或者系嗰啲咩专家讲嘢冇乜用，有佢嘅限度嗰啲用处，但系佢唔能够解决你人生嗰啲核心问题。而家佢有啲可能错嘅，你要分别啊。无论医学，就算你疫情中嗰啲专家，佢未必知晒嗰啲嗰只系点噶嘛。就主一讲嘢都系用香港嗰啲，不过你分辨啊，因为呢个讲我咁讲，你揾到好嘅资讯啊，就叫你俾智慧去分辨好多嘢。咁但系佢有用极都系有限度啫嘛，佢解唔到人生问题啊。你又知道点样防疫，你都唔系等于你知人生嘅意义嘅。科学家研究神创造嘢，但系佢都唔知道神点解做呢嘢。就啲研究人体嗰啲医生啊，佢医生可能比你多啲人体知识。但是他都不知道神做你有什么用，为什么你被做。他有限度的用处，我不是完全没用，譬如教育不是没用，
咁但你想话靠呢啲嚟搵来生意，但系你个心满足咧，冇可能。嗱，佢就虚空，即系话满足唔到，空啊，心底啊。咁法国一个好出名噶 Pascal 啦，佢写一本即系《沉思录》咁上紧噶，系相当好啊。佢喺度都讲到点样嗰啲证据啊等等。佢一个物理学家应该，咁啊讲出即系人咧有个神形嘅空缺啊，即系咁长意思。即系一切填满噶，正画个心都系啦。你摆喺地球之圆啦，摆落去啦，填满个你个心形。我用咁嚟表达啦。呢、這个就全世界嘅情况，主喺世代做我哋居所。咁我心点啊？点解得唔着安息？除非安息喺佢度。好宝贵就系你喺个流中啊，因为我自本身系一个寻求意义嘅人，想主就继续啊。唔系信主一日，一信主就揾到自杀人生意义，当然好大唔同啊！成个人生，头都知道起码一部分啦，但系嗰啲都未够深啊！我求真理未信主，咁想主都继续求真理，因为想主就唔系想信主嗰日你自杀咗真理啊，特别你嘅心灵嘅真理啊，圣经嘅真理啊咁样，可以一生我都系疯狂追求。呢、這个讲各方面，呢、這个寻找快乐啊，吃喝玩乐嗰啲嘢好多嘢，一人追求嘅嘢，呢、這个歪晒喺度。所以佢只亲身去经历嘅，佢唔系得个口讲。再一样咧，佢仲讲用两方面嚟开嚟验证嗰啲边样嘢系真系最好啊，同埋系能满足人嘅心。咁佢做咗自己去亲身试啊，呢样嗰样，啲人佢都系咁试噶。咁佢试，所以有经历就试过系咪真系满足。另外仲有佢就观察，同佢用智慧嚟察明啊。你睇圣经讲啦，即系佢已经有人嗰最大聪明。因为佢用心机添啊，喺度当思想一定要，佢好多好大阅历嘅所望，佢啲知识涵盖好大嘅范围，好劲啊！你读圣经都提到啦，摸植物啊，好似一个当代一啲嘅科学家咁样，佢好研究嘅，但系好用心去察明，咁有智慧而行，佢想睇下有咩系人生最宝贵嘅嘢，最满足到啊，最快乐嘅睇佢，佢除咗自己经历咧，就喺度。观察就系去当然思想同开研究就观察啦，睇整呢个世界，佢发现就系再就虚空，好宝贵最后啦。我谂佢留写传道书，写怜悯佢，咁佢总结佢一生啦，所揾嘅嘢，佢系结论啦，总意就系我敬畏神，紧修佢嘅诫命，呢、这个就是人嘅一切，旧约新约啦。嗰啲系全心爱神嘅人啊，听神话嘅人啊，我一定系走条路，完全冇第二路。今日我必定系爱翻佢，佢已经系咁爱我哋啦。我一生系真系爱回应嚟嘅，一生永恒都系，一生永恒都系响佢爱，就回应佢爱。咁如果你爱佢，你要听佢话，主讲好清楚。所以都系呢条爱嘅路啊，听佢话，冇第二条人生真系。保罗标杆好清楚，我标杆都好清楚。就我哋啦，爱翻佢，爱佢，呢、这个都系第一个诫命。所以圣经讲得系好清楚嘅嘢。就基督徒有啲比较好啲都搞错咗，以上书就不少都咁讲，因为人生义就荣耀神。呢、这个虽然系啱嘅，同埋都好，但系未讲到个最重要嘅嘢。嗱，呢个搞错都系好大嘅害处嘅。虽然系啱，一部分都系好嘅，你荣耀神，但系咧你未系嗰个最核心嗰个人生义。那个就应该是爱。主都问彼得你爱我吗？真言书有句话呢，好似阿爸爸讲就系啦，我而将你的心归我。呢、这个一定系㗎。当你爱神你自然会荣耀佢，一定会包喺里面㗎。第一个诫命唔系其实讲荣耀神嘛，佢话你要尽心。呢、这个系第一㗎。同埋呢度都包咗所有嗰啲诫命，讲真就个法版上就系、是、十条，一个就关于神，一个是向人。就根本两方面就是爱，醒讲爱是最大，冇讲荣耀神是最大喎。但唔系荣耀神唔好啊，系好好。咁你爱佢自然包括在内。咁所以呢啲咧搞错咗好惨啊！我觉得历代咁讲，好多圣经都咁讲。但系我个人系要去寻根究底，我一定要搞清楚佢。我觉得佢讲错咗，讲错都有一个害处喺度。一变咗，你觉得咩？好似系做嘢。有啲嘢去做呢啲永生，咁所以爱翻佢，
咁我爱佢一定系先享受佢爱，因为我哋爱，因为神先爱我哋。我条路系好简单，唔单止我人好简单，条路都好简单，但系好宝贵嘅得绝俾佢睇到咁简单路。点样爱佢咧？你就系要享受爱。咁享受爱，你一定系信。我所先讲好清楚，唯独生发仁爱，仁爱即系爱啦，个字一样。唯独生发爱嘅信心，先有功效。所以一切都冇功效，一定系因信而活嘅。但唔系信系最大啊，一个唔系结果，系一个你达到嗰个最紧要、最宝贵嗰个结果就是爱。咁但系咧，你冇咗信系冇法爱，所以一定先信佢到爱，接受信就系、是、你都包括你接受啊嚟享受。咁有咗爱咧，自然你有各种品格价格。有时啲人咧又追求错咗，咩追求？我要谦卑啊，我乜乜乜啊，我要饶恕人，啱嘅全部都。但系点样饶恕咧？你唔系就话咩系勉强，乜都要好似律法嗰种咩系靠自己意志同埋勉强自己，唔系咁啊！我条路唔系咁，哥罗西嗰啲教会咪咁咯，就苦待己身，用尽各方方法有规条啊！但系保罗你错咗，佢话点啊？哥罗西第三章讲翻，佢话你要思念天上嘅事，你向翻主自己，同埋咧你俾天上嗰啲影响啊！哪里有基督在神的右边？后面讲基督是个生命，不是靠主意志，是靠主，他 是你的生命，即是依靠他，他是你的生命，他影响你的心能够活出来。他的爱影响你，爱回他。这个条路是这么简单。那你爱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谦卑，自然会饶恕人的。所以你本钱要够的话，所以享受主的爱，你个人觉得这么幸福，这么多东西，你只是饶恕人是很容易的。都唔使咩气力啊！咁如果你觉得嗱，饶恕你都唔系靠自己意志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同埋你跟住要享受下佢啦。你唱诗敬拜啊，各方面啦，每日甜蜜情啦。你翻去你行甜蜜情，譬如话你话你行咗一年之后咧，你谂下一年以前啦，你翻去好多嘢你不知不觉胜过咗而家，都又唔同咗，因为你享受主多咗，享受主嘅供应啊，即系咁嘅主啊。因为我都成为快乐噶嘛，唔得保罗。不过我成为嗰啲系喺你心里边、心底嗰啲真嘅啫，冇嘢开夺去嗰啲。唯有你离开主就夺去啦，你自己唔要。呢个平安咧，唔系世人俾你嗰啲，就世上有苦难，你可以有平安，你都可以有喜乐。你除非你使我帮主佢分离，或者你夺去唔到主，我只要能亲到主咧，我成乜都胜过。因为我有佢，你即系住喺佢里面，喺佢爱里面，所以主话咧，你常常喺我里面，即系帮佢连起嚟咧，得到佢供应啊，帮佢紧噶。啊，就主话住喺佢里面，你常喺佢爱里面，即系心咧享受到佢同佢爱。啊，发现呢都系人间所寻找嘅嘢。你喺人系真系好惨啊！喺啲迷途中，所门试过啦，所门咁劲，你寻唔到快乐。你点够佢嚟啊？咁多资本去寻找，佢试过啦。你冇话及得佢咁厉害，因为又聪明，谂头多，但系都系虚空。